两组，对决之前有什么话对对方说？建议你们 real 一点。虽然这么晚了，但我们上来还是带着杀气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抢走那些主角的剧本，把他们剪进我们的花絮。你们要砸场里，那我想一个，我想一个。但我不是 battle MC 啊。快点，再比来一个。他们都押韵了，我必须押韵，这胜负欲望都起来了。我们的组合叫 Raven， 说实话，你们两个的冠军在我看来非常有水分。啊！哦，两块石头落水头都激不起水纹。哇！都激不起水纹。让我们一起有请最后两组登上巅峰对决舞台。马瑞，好，加油！走吧，走吧。因为第一场我们都输了嘛，我们不想很憋屈的一直玩下去，那我们都想，那我们就撒个气嘛，所以这一场就是我们的翻身仗。我觉得我跟佳龙的歌够炸了，是今天谁碰到谁都不可能赢的。首先为大家有请出由杨和苏跟早安组成的败者联盟二，又是一组冠军的联盟，有请由李佳龙和 CP 组成的 Raven 联盟，有请他们来到舞台。我们的苏苏跟早安脸上的表情哈，好像是带着一丝丝的凝重。我想要先，对，不想说了，想直接开始唱了。哦，已经这么迫不及待，我能够感觉到你们在舞台上的饥饿感已经满满了。苏苏刚刚在那边坐的一整个下午都是这个表情。蓄力，一直在蓄力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，好不好？就是为了今天把人给炸穿，来陪我们打一场翻身仗。燃起来，愤怒祖国能够愤怒。失败者联盟二，很遗憾，杨和苏，你没有赢得这场对决。早安，你输掉了这一场的对决。获胜的十二位 rap star， 你们可以邀请任何一个人加入你的联盟。小胖，万妮达，来吧。来吧。哎，我觉得很荒唐啊，就是又给我们投票最低，又把我们留到最后，也没有人选我们。黑白配。我们从得知我们要一席的以后啊，我们一个通宵把词写完了，然后从那天以后我们每天在一起排练。因为第一场我们都输了嘛，然后输了肯定是不开心的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焦虑的东西，我们面对共同的压力，我们共同的在这样一个很残酷的赛制里面，我们需要赢。苏很亢奋，很热血，他会一直打我，让我保持愤怒。妥吧，再试一下吧。OK。不，这个我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们太投入了，所以我把他手给他弄伤了。对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合作过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场以后我们就是肝胆相照的了，因为我们不只是在音乐上面，我们在互相可能没有100%达到一个很自信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会给互相信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会是排练最多的一组，我们会是觉睡的最少的一组，我们会是上台最不可能忘词的一组，拿出自己的100%。如果败者联盟二拿了冠军，那其他的队伍就一文不值。愤怒啊！
好，这就叫翻身仗。哎哎哎哎，谁把命运想得从热闹，看不着热闹了谁活得值得，你接不上我接不热你才能得到，我和赵安来做表演把他们全部挑翻。Everybody 绝对有说过吗，扯淡。如果老快喜欢赢才年轻的依赖就该披露，跟大哥的弟弟在这都说喜欢点，老子就死心不改，老子就不当清醒，老子怒火攻心，搞来搞点破败才能取名，我知道早晚我都得走回曾经的路，因为我真的要废了这些人情世故，我靠着本领之路不会再混进止步，老子把女生留上大分派的成名之路，因为要少年一帮不服气的孩子，我们要倔强而行去面对那帮说唱只为为要少年，我给点退啊，对不起的要不对不起的前辈，我一辈愤怒者，愤怒者，愤怒在，愤怒在。我觉得早上比那个叔叔表现呢。好的，感谢两位冠军带来的炸裂舞台，请交换舞台。大家已经等很久了，虽然我们是最后一组，然后也是最后一个演，但我希望大家把你们最后的热情保留在这首歌。OK。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斋 P 哥，我是欣赏他的音乐，我觉得他音乐也很顶很炸，有机会的话可以合作一下，碰点不一样的东西。真见过，他说这第一回，好久哦。有真见真见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然后看过一场。当时好像是在绵阳吗还是什么地方，绵阳，对，绵阳，然后当时有一场免费的，然后刚好，对对对对对，刚好我们过，当时就站前面，那个音响就对着我耳朵轰，就对，就很对，这次能碰到的话也是一种缘分，很开心能够一起合作。我跟赛皮哥两个想法跟方向也比较契合，所以过程其实也比较顺利。他现在就在好多的啊，对对对，在前头的两米五左右就不用来了。中间玩了一下梗吧，对，玩个梗。拍好了吗？
说拍的我们不好放开练。OK 了 ，OK 了，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这首歌对上谁都不怕，谁想输谁就来吧。肩膀上布满的灰尘，迎接新一轮光明，我们来推门，都是在催我的，都是在追人，把你们的 body 都拖到我 basement， 别打起步伐是真的要回神，听可怜听得看肩上变飞人，看骚动的 raven， 房里看下了没蚊子的别问，闭上你嘴唇，不过这都是未来怕那个说，其实 get a little bit hit， 怎么看那个说，未来那个丢的三个钱三个鞋， it's time to pay back， 买了好多货，那个还比那个辣，再个行为一个二个再比那个瓜，按照那个潮的可以清洗两个卡，改天都没搞到来砸我上我塔砸，怎么搞的是可以靠打起两个叉。小兔们 TVP 一路走过来的小兔，哎，小了微笑不是 bad try， 上锤终于可以说 we made it， 小当时演出这些老不扎的大哥，当然小的没得版图我也不得罢工，我们的头前鬼看你们又在打桌球，你啪啪啪从来不得化妆，兄弟太慌了还鬼跟那个屁，所有都是黑的我把火把去 cross the sea with PSYP， I'm doing my head I'm my team， 那都是 battle， 你前面的他来载过你，和我的小弟我来这个位置太有力， Let's have test 对光浪才 speed， we back all play everything， 让马里多了几个零接了，一出现就来个像马尾，都怪我的歌词太犀利，太真的坏脾气也不管太扎呗，这东西只要我喜欢就来，我怎么穿都帅就像个 model， 在灯光下的我特地有独行，我喜欢最大，是命中注定我肯定会复兴，我不停地冲着他冲出了亚洲，各位成都的兄弟们，奋斗了十年我们冲顶的爬到最高点，打败了可中立的，我们轻易使出的攻击很凶猛像导演，我表现很了解，当别人是聚光在八点走到了都能成为家，毕竟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少见，除非你没看过我表演什么叫做超前。谢谢大家，今天那个比赛还是 OK，但如果冠军不是我和李佳农，那我就觉得太没意思了。赛皮继续说下去，永远的C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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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鼓号，你力不到，命中注定成为主教，在这里留下了我的符号，我就想将这些传的出爆，永远的C位，永远的C位，永远的C位，不扎堆，理疗的搭配，蜜蜂下咖啡，理疗的风格都是老子的风格，都吹上天了。我是不屑的，说真的，老子不屑，都撩干的，老子不缺，想搞是不配，都报到我八十五倍，在老师的办公室入睡，被官方通知，我欠了公司，我欠我自己本儿的，就是来都是传奇宗师，在沙发上给自己发起工资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，看他们想要接着 be real。来吧，你是狂欢太久，有种来了没空，让他们帅都是来过，想耍都帅哈，来一桶吃一包。去过某的比赛，你们咋个表？只有找个工作接上表。祖先没得啥子一样的歌曲，听到老子马上就想跳。调转我的变态饱满，老板还在我的面前都听不进腰杆，他看我长脸，所以不敢跟我叫板。各大音乐界的后路都被我们包揽，疯狂的耍。我重复在上面飞到人群中道，触碰到就像野马巨马，开了心的项链，但我不去走高去耍他的商业化，而我才不会让他们牵了鼻子走，为了选到资本家底下的一只手，听不懂他们搞些啥，已经这样走了都还是把他耍黑石榴。永远的 C 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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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鼓号一定不到，命中注定成为主教，在这里留下了我的符号，我就想将这脸穿到主炮，永远的 C 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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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鼓号一定不到，命中注定成为主教，在这里留下了我的符号，我就想将这
算了。陈皮这场发挥很好呀。对。哎，不好说。不好说。我们再请回上一组联盟，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。我想说两句，就是其实我来了以后，其实有很多人我跟他们之前也没有交流，但交流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才是最亲密的人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我们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综艺的胃口。对。哦，不愧是杨和孙儿，纯放坑了，你去他们队去吧，你不，我允许你转会，我不转会。倒计时20秒，开始。我是把票投给 CP， 很 new school， 就是音乐的转换，包括最后那个吉他手的出现，一切都很恰到好处。杨和孙他的爆破力是我觉得最强的，就是我看他的，我是正儿八经从里到外的给我点燃了。杨苏整个人的愤怒情绪都释放在了舞台上，我觉得非常有冲击力。早安呢，能把阳光小块嘴在现场那么大幅度的动作，他能唱得那么稳定，他那个弹舌也是玩得很溜的。杨和苏和早安的联盟在我看来是意料之外，但又在情理之中，看似并不搭嘎的组合却能在节目里面迸发出这样的火花，这是我意料之外的。李佳隆和 CP 这一场 CP 表现挺好的，但李佳隆那一段就太平了，他确实是不适合这种风格。 CP 在唱的时候，他的嗓音的特质和腔调跟整个 bass 融合在一起，整首歌的气氛是炸的。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接下来请看大屏幕。谁输我觉得都比较可惜，因为风格确实都不一样。恭喜我们的败者联盟二打了一次漂亮的翻身仗。刚开始，这应该就是翻身仗打完之后应该要有人要。就我首先我最感谢的是早安，对，真的这个劲儿，今天我在台上的劲儿不是一个人出来的，是我们互相弄出来的。就所以说，我觉得现在就是肝胆相照的感觉了。觉得这个翻身仗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转折点。值得的，那两拳我觉得好，那两拳我觉得值得。Raven 联盟失败，下场烧掉你们的项链，同时联盟就地解散。我觉得势均力敌吧，不应该差那么多票。啊，不服啊，那肯定不服啊！我觉得我们表演的其实挺好的，然后我也听到了很多的欢呼声，所以我觉得。